我通常很少戴项链是这样的，这样就接吻的时候呢，你怎么会转这一面？好的，艾瑞卡说太大声了，好的，哇，还正在撩梳头，你还在呼吸吗？是帮女生戴首饰吗？今天？对啊，所以你看得出来非常紧张，就是，而且我从来没有就是帮女生还就是戴项链，然后绕到后面，因为那个我觉得会有点算是蛮亲密的，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好像就是很不好意思，就是离她太近了，对。有领悟到什么？领悟到就是要快很准，戴完就闪，对。没有送过去吗？你送珠宝，但也不会帮忙戴，对，应该这样讲。啊，不会吗？不会啊，就是因为你要看他自己要想要怎么搭配，对，所以你不会说，你不可能每天要出门前你还帮他就是戴珠宝啊什么。送我什么？我会希望就送，其实男生都是一些潮流的东西。对，就当然珠宝就是我觉得戒指吧，戒指跟手环，但项链我比较少戴，因为我有在打球的，就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就是随时带出门，但是潮流的东西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，比如说如果假设珠宝跟就是可能跟某一位艺术家联名之类的，对对对，因为男生就是在疯这些东西了。